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森林。我们今天呢又在玩恐怖地图，这次恐怖地图呢是我们的赤目红眼睛，也就是上次之前那个作者 Kelvin Wu 制作的。虽然它图片是蓝色的，可是它的地图名字是赤目红眼睛的意思哈。好，我们进来游戏哈，还是一样有点累格的时候，因为材质包嘛哈。这是开始游戏，请注意旁边的告示牌，材质包已装入，所以读取较久哦。哦，它还是有那种我喜欢的声音诶，脚步声。那么设定啊，这些都是设定，我先设定一下。反正我们设定完了哈，我看它界面也是超级酷炫的，有你看看到没有？这种红色又有一点直过去才会变蓝色的哈。可是那个广角视角到底怎么调？要我研究看一下哈。我找到广角视角 ，OK， 超广角，哦，就这种的感觉哦，我已经设定完成了哈，哦，是真的要超广角吗？超广角哎，第一次玩这种作品哎，有 bug 请回复哦，这是啊作者哦，还是一样，这是阿斯，等一下，这个18禁画面不可以看，啊、哦、阿斯我们不能进去看阿斯来做，我们还在跟苦力怕做一些。I am gay, OK. 好，我们来开始游戏吧。好，地图读取中。哦，他叫我们视野调成4而已哈。好，我们来等他读取一下地图吧。好，读取完成了 ，OK， 准备好点我开始。哎，哦，方块已经被放啊、那个不用。请问你叫什么名字？叫写错喽，我想知道您的名字。我叫森林，请告诉我好吗？好的好的，我的指示喵喵啊，等等，什么意思？喵喵，我们来做朋友吧。我的名字是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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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不不不不，吓死我刚刚。喵喵，你醒了？你习惯黑暗了吗？我们来挑战废弃矿坑好不好？听说这里有个人叫做赤目，在这里遇到他，我不相信。他叫我们难度调困难哈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是我们的地图哦，还有地图哎。绿色是哦，提示绿色是物品，红色是门，金色是堵住的门，蓝色是洞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哈，红色是什么？红色是门 ，OK 门。金色是物品。那么黄色，哎，金色是堵住的门哦。那么还有一个是蓝色，蓝色是洞啊，洞只在一个右下角，只有一个而已，好像是。哎，没有，路上好像也有洞啊。哎呦，我不知道哦。哎呦，哎，这边有。都哦，所以我掉下来喽。所以我们现在寻找赤目。哦，这个好像比其他有序。我怎么走路好像有点慢呢、啊？哦，我们被附加了缓速跟跳跃提升，可是我们不能跳。哦，跳可以走快跳。这门需要 key 打不开。这门需要 key。哦，这门不需要 key 吗？我看不太清楚哎。这门打不开。好，没关系。这边是哪里？这边是黄色的，黄色是堵住的门。哦，它被堵住了，所以我们继续前进吧。好，哇，这边是哪里？等下，这个是没有显示出来的，我需要进去吗？好，进去，我们要勇于尝试，勇于尝试。会有东西跳出来吗？会有东西跳出来吗？还是有什么音效？没有，金砖 key。哪一个金砖的？是前面的吗？我看这地图走，别了，这边里面有一个东西，哎哎，这下，哎，放不上去，所以不是这边哦。我实在是很不想前进啊！我看一下我们还有哪里可以放哈，还有蛮多地方可以放的哈。然后听这只脚步声就有点恐怖哦。吓死我了，妈妈！妈，我才不敢回头，全身都冒冷汗了。等下，我在哪边是前面啊？等下，我好像走错路了哈。对了，我走错路了啦，被他吓一跳，我就走错路了。还要看多一次，千万不要跟赤目对眼，他在你面前也不要动，因为他看不到。可是他对声音很敏感，哦，就 Slenderman 嘛，哈、哦，
不要看他，那个 Slenderman 对声音才没有敏感呢。这边是哪里啊？这边是一个空白的地方。吓死我了！天啊，我不敢玩这个游戏了，等下，我不想玩这个游戏了，等下，那个右边那个是谁？主办，不能打开，不能打开。这边是有红色跟青色啊，青色是我们的物品啊，红色是什么？红色是门，我又在忘记了。进去吗？喂，等下那是三小的呀？这为什么会药水浮在空中？然后这个应该是物品吧？哈，对对对，这是人拿着的物品，我们来拿拿看。应该是这样没有错吧？看一下里面有写吗？救命！这一个女孩叫做赤木该，赶快救我！水要救水。他还没有写完哈，我们 OK 鞋子也可以拿下来。头呢头？好，这样我们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哈。这边有一个女孩叫做赤木，然后我听说这边有一个门哈，那个门在哪里啊？门现在我脚下。不过这边看起来以前像是一个废墟哈，哦，那个药水，我非常好奇这个药水，我100%好奇，不好奇的人是假的。哎，夜市药水哦，哎，我们有夜市药水嘞。然后，请问这边门在哪里啊？是现在喝吗？这夜市药水还有8分钟哎。是八秒还是八分钟？好像是八分钟吧。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门在哪里了吗？我们喝喝看吧。我觉得应该不是喝的吧。整个变明亮嘞，怎么办？整个明亮了很多哎。哎，这个应该是之前那个金装 key， 可是我放不上去。大大怎么这样啊？大大，这边是哪里？这边有岔路，等一下。有岔路，噔噔噔！哦，哦，还好了，还好。这个箱子是红石的，还会触发东西。哦，没有，员工日记是啊，没有啊，没事。啊，我们来看一下员工日记哈。这个山上传说大概1000年前。三周边的村子因为饥荒、灾难、瘟疫导致害死了很多人，大家以为是山神作祟，各位长老讨论开会，结果是要给山神供献上祭品，举行这个仪式，每5年一次就要送祭品，从各个村挑一个15岁女子当做祭品哈。OK， 然后各个村子的少女们都要用神木削成树尖，然后做成木刀器。互相刺对方一只眼睛，丢进山上挖得很深的一个洞里的。我有点不了解哦，所以是他们选一个15岁，然后他们那15岁女孩要用神木削成树尖，然后去互相戳对方眼睛，然后丢下一个很深的洞。然后这个风俗习惯持续了200年，这村子开始发生奇奇怪怪的事情。有一个眼睛发出红光的少女拿着一个眼球开始吃村人。呀，这个村人为什么看起来好像有点兴奋呢？这村人一直传承至今。那个杀村人的女孩叫做赤木，自从发生这件事情，仪式祭品就改变了。当成祭品的少年要把自己的眼睛戳下，然后跳进洞里。哎，所以我是这样咯，还是我是不小心掉下来的？赤木就被来村子里杀人了，赤木就会附身在跳下去的少女里。可是我是少男呢，近代为了供养这些少女们，所以在山上建造一个祠堂，这个祠堂名叫做哦赤木的家，赤木的家，那个是主家吗？好，所以我们是应该是不小心掉下来，还是被丢下来，我也不知道。哎，村子在哪里？我没有看到村子啊。好不好？前进。这边有点恐怖哎，这边超级恐怖的。
等下，这边有说这边有东西吗？没有啊。水质箱子是触发红石的。好，我们关上眼睛走下来。哎，这么明亮也不用怕哦。我们都喝了那个夜视药水。啊！又再来一模一样的地方。哎，所以这个金砖的 key 我们是要放在金砖上面吗？对啊，那个金砖我放不上去啊，所以是要放在这边喽。真的放不上去，我没有在说笑，真的放不上去。所以这个是一个 bug 吗？没关系，我们继续前进吧。虽然又再被吓了一次，哎，好，我们回来到这边了哈。我刚刚被吓了两次哈，在你们没有看到的时候，那么我们这边又有另外一个洞哈。哎，这边有一个洞。熔炉，也该不会结束了吧？哎，等下，我们被限制成不能跳啊！等下，这样子，哎，所以我们要开启这边喽，所以我们需要找办法把这个 key 金砖 key， 好吧，作者，我是说真的，我放不进去，所以堵住了哦。哦，我是喵喵，哦，原来我是喵喵。好，既然我们是创造模式，应该可以放上去了吧？好，那我们再把这钥匙给丢掉哈，金砖 key， 然后我们再来把我们的，好，这样就应该可以了。OK， 我们成功进来了哈。矿工的日记，我被分配在这里已经三个礼拜了。我的同事川下因为不明原因倒下，挖矿期的情况也开始变得很烂，各种石头崩落，还有奇怪声音一直响起，就好像这矿坑受到诅咒一样，诅咒。好。这个山神在做的是矿道非常的危险，我怕我下去会疯掉，希望能够跟家人早点见面。错字也太多了吧。好，那么进来这边我们也没有得到什么，那么前面应该是开的吧。前面哦，这边有一个箱子，哦，这边有一个箱子，矿工日记二，我没有来看到。哦，我是巴西矿工进度一直前进，但是往外送的矿工人员增加了，疑似有毒瓦斯喷出来，可是探测器却没有反应。话说几天前的同伴的员工好像看到山上有神秘的庙哦，或者池塘，我们挖的是不是不应该挖？考虑到这件事明天好疲劳，明天要挖树坑啊，所以这边我们还没有来看到。好，我们自己想办法开胸罩破坏吧，不然无法前进啊。我应该全部地方都走过了吧，应该没有错的话全部地方走过。这是哦，被换回创造模式，这是什么？感谢您游玩地图，是第一张一叠图片，黑帮老大，后面的人我放弃建造了。哦，后面的人是他之前一个作品哦，可是后面的人我没有看到。哎，好吧，哎，有些地图我也是有偷偷玩了，可是我没有放上来哈。喜欢我影片点个喜欢，并且分享，千万不要忘记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那么，下次见，拜拜。